想你的世界和你眼神都相同，当你心中的彩虹穿行在巅峰，而我就在你身边，心也随着你跳动，这人谁呀？他是我从小到大的邻居，跟我家关系不错，小时候确实经常一起玩，长大了也会联系。青梅竹马，他会主动联系你吗？我刚看了下，基本都是他主动联系我。他喜欢你。不至于吧？那我怎么办？他要是再约你，你就说你有男朋友。我去哪儿找个男朋友摆他面前？异地恋不行吗？啊，你就说陪你男朋友打游戏。他要是不信呢？那我就勉为其难扮你男朋友吧，给你打电话。有点东西啊。千林，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我有男朋友的。你那么漂亮，肯定有男朋友啊！哎，其实我是想问你啊，你男朋友是怎么追到你的？我在追一个女孩，追了很久很久了，一直都没有追到手。这样？那你男朋友做什么工作的？不会刚在一起连干什么工作都不知道吧？没有，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他刚工作，比较忙。那就是没时间陪你。不是啊，他经常陪我打游戏啊，他是我见过打游戏打得最好的人。他呢是我们学校的校草，长得可好看了，平时呢很多很多女生跟他告白，可是他都拒绝了。他这个人吧，虽然有时候嘴有一点贱，但是关键时刻男友力也很强，尤其是在打游戏的时候，要是有人敢虐我的话，他就会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那他现实生活中对你好吗？挺好的。跟他说了吗？别提了。他不信？会错意了，人家有喜欢的女孩正在追求呢。你怎么知道那个女孩不是你啊？千灵，我们快到了啊。哦，好。不可能，先不说了啊，我们马上到家了。他还要跟你回家？邻居发小还跟他回家？他家住哪儿啊？
给我吧，我帮你拿着。妈，妈，呀，回来了！阿姨，阿姨，哎呀，同庆，这又麻烦你了。您和我还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来来来，坐下。哎，不用了，不用了，阿姨，喝茶。还有事儿呢。哦，那个千玲，正好大金他们也回来了，然后要聚餐，一起吧。哦，哎，好。啊，是这样，是这样。那个中午我跟他爸爸也要出门，没做他的饭。啊，那正好，那你先休息，然后我下午来接你。啊，好的，好的。那我先走了。好好好好，先走了啊，拜拜拜拜。好，过会儿来接你啊。哎，早点来啊，阿姨。哎呀，这个小伙儿，妈妈，唐静就是越看越妈啊。你一会儿跟我爸要去哪儿？哦哦。二人世界，哎呀，那个啥呀，你现在赶紧去捯饬捯饬啊，把自己搞漂亮点，别老穿这个，换身好看的，快！哎，行，快点啊！啊，知道了，最好换小裙子啊。哎，你能不能上点心啊？喊我来打游戏，心不在焉，故意放水侮辱我的。不就是有人对岳千灵有点意思吗？人姑娘人美心善的，至于反应这么大吗？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怎么连这点判断力都没有啊？正不正经的跟你有什么关系？真是。晚上四排来吗？你们是真的不知道，我那个老板真的太绝了，大年三十还让我回去加班。我早辞职了。是吗？我在哪干？你辞职了？对啊。我跟你们说，我现在跟老板可好。不了，在外面吃饭呢。一回家就有饭局，谁这么给你面子？反正我那个老板就是经典的下班就开会，太经典了。就我跟你说的那个邻居。我就说他喜欢的女生是你吧。还有我们的 HR 真的绝了，每次带新人来那个气质。他怎么不约喜欢的女生，约你干嘛？时间管理大师。哎呀，同情你啊，老板都那样。喂喂，还不承认喜欢岳千灵的，游戏都不打在这聊天。你是不是想加班啊？话那么多说什么呢？看在是兄弟的份上啊，我给你出个招。你发的东西，测试暗恋的那些小行为，嘿，敢不敢测？无聊。哎，啥也不懂，上厕所。很开心。敢不敢测一下？再有是吧？多吃点。嗯，是吧？超级香。这有什么不敢的？来。行为一，他会一直偷偷关注你，但当你直视他，他的眼神会躲闪吗？哎，不是很美。这在什么地方啊？苏州园林啊。还怪好看的。确实很漂亮。是吧？非常漂亮。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啊，大齐！一起去啊，说好了、啊。导游一起去，一起去、啊，一起去，你做攻略，一起去。有喜欢的人后，朋友圈全部可见，想让你更全面的了解他。我做攻略、啊，我做攻略、啊，真的是，你们欺负人是不是？我在想，哎，别这么说，你们坐啊。谁啊？你们呀？那个，
晴儿，嗯，唐信的朋友圈一直都是全部可见吗？三天可见吗？三天可见。嗯，我看看啊。嗯。啊，怪了，全部可见了。啊，能看到就好。行为三，和你意外发生肢体接触时会害羞。我帮你倒。我倒。我帮你倒。谢谢。小心！这个奶茶很好喝吗？你呢？这个挺好吃，还挺辣的。没事吧？刚才吃。没事哈。上个洗手间。好。嗯。我麻了，全都对上号了。哎呀，怎么办啊？你这个测试到底准不准？你把电话号码给我，万一他对你图谋不轨，立刻给我发消息，我还能救你。那个我出一趟啊。嗯。哎，啊，那个你刚才发我那个测试视频，准不准啊？准啊！我当时测暗恋前女友那会儿全对上号了。哦，你是不是测了？切，口是心非。有喜欢的人后，朋友圈全部可见。想让你更全面地了解他。跟哪个男的搁一块儿呢？啊，在旁边，我现在挺安全的。你们挨得近吗？嗯，挺近的。你到底有什么事儿？男的女的啊？啥回家呀？啊？这么晚还搁外边，心里有没有我呀？回家。回家你还爱我不？爱你。行啊，爱就行。那个早点回家啊，搁家等你。啊。哎。啊，这家里那个管得挺严的。好。嗯。男朋友挺有意思啊，是吧？嗯。
其实也对啊，女朋友这么晚了和别人一起出去，打电话问一下是应该的。那正好我们也到了，这样吧，你打给她，让她安心一点啊。来。视频。事儿啊，这么忙，连你的电话都不接啊？可能在打游戏吧。打游戏？千灵，你这个男朋友以前经常这样的吗？这么晚了，你到家也不问一下你，打游戏比你重要啊？嗯，说的对，回去就跟他分手。那我先走了啊。哎，明天谢谢你了。拜拜。拜拜。走了，拜拜，拜拜，拜拜。哎，哎，闺女，闺女，你回来，来，问你点事，问你点事啊。我听说你找了一个没有什么本事、只会打游戏的男朋友。听说很穷，对你还不好，而且长得还丑。这消息经过几轮加工啊，不准确。那你跟唐信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哎，我觉得唐信这孩子不错啊。嗯，我们是结拜的兄弟，不可能。阿顺，哎哎，怎么就不可能了？喂，哎，对象，睡觉没？那个，我爸妈不同意，我们分手吧。分手？啊，分手了，你跟那个青梅竹马搁一块儿呗？你刚刚为什么不接我视频啊？我怕接你那视频，你那邻居他自卑。哦，也是。你要真见到我，说不定也会自卑。千灵，来吃西瓜了。啊，好，记着爱我啊。网球场地定好了，超过十分钟直接取消，赶紧来。知道了。等一下，我先不去了，自己打吧。哎，你什么情况啊？是你说的。回来了，怎么没在老家多待几天啊？哎，我自己拿就行。我来吧。你给我，我自己拿就行。嗯，我来吧。不用了，来，中国好邻居。哎，等等，不是，你怎么知道我从老家回来的？哦，你拿这么多老家特产，当然是从老家回来的。给我。哎。啊。哎，小心。我帮你吧，不用，我自己来就好。这么沉，哎，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奇怪吗？
行为二，有喜欢的人后，朋友圈全部可见，想让你更全面的了解他。他有没有喜欢的人，关我什么事啊？京集团财务部审核，项目一部和第九事业部上报的 S 级项目预算，已超出集团年初制定的预算总额，需对其中一个项目进行缩减预算以控制成本。通过集团讨论决定，本次采用评标会形式由各部门评分，按照评分结果分配预算。评标会预计下周五进行，请及时递交评标素材，如未及时提交，视同放弃，直接缩减该部门预算。放心吧。顾总来之前，集团的预算都是紧着我们部门的，小王总这次一定会争取到底的。反正只要不加班，一切都与我无关，那又怎样啊？哦，哎，是吧？你跟自己家一样的，下。哎呀，该开会了，打工人们 ，Let's go， 走吧。咋？走。上个月的人物拉新比之前少了5.5个点。本月把距离拉出来，都打起精神啊！睡醒了吗？散会之后把你的稿子发我邮箱，我要抽查。好呀。下面我布置一下重要的任务啊，各部门充分了解一下恋爱游戏和恋爱萌宠类游戏怎么结合起来，并出详细的报告发到我的邮箱。大家有什么想法没有？苏正，暂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想法，等我回去会好好想一想。T-POS 的事情我不希望发生第二次，这样游戏影响。我是第九事业部的陈心怡，今天的例会时间是上午10点啊。这件事啊，好的，准时到。这个事情首先它不是我们的问题，跟我们呢没有关系，应该是程序。小心点，老蒋的今天奇怪的了。据我了解，目前应该是这个情况。而且程序那边最近工作也比较忙，一直在加班，也没有及时检测，也没有按照顺序来排班，才发生的意外。我已经跟他们叮嘱过了。那怎么处理呢？接下来我会去跟程序部门去沟通的。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好，策划也会跟程序那边配合一下，抓紧调整一下人物啊、关卡这些。行，那例会先到这儿，散会。叶千灵，平时开会不是话挺多的吗？怎么这么不积极今天？我昨天晚上通宵画稿，可能有一点低血糖。那今天还能去第九事业部吗？身体不舒服就别去了。我能坚持。咱们部门不是还有人吗？怎么还不过来呀？对呀。千灵，快过来，这边坐。
这不是项目一部的岳千林吗？怎么拍的？怎么这么难听啊？他怎么拍我们？他怎么拍的？我们这儿在这儿。我们开始吧。因为王海离职，暂时由我兼任主策。我们针对今年新发布的所有游戏进行了人物分析拆解，《失落星球二》《激流》关于玩家的体验记忆感做得很完整。这是我们针对玩家受众的情绪节奏和感知能力做的对比分析数据图。这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对于这个体验记忆感，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吗？顾总，我们文案组这边更新了一些关于世界观的阐述，特别关注玩家的体验记忆感。以阿星来举例，他们在完善世界观架构的同时，不仅仅只是注重玩家的交互体验，还要兼顾 NPC 与 NPC 的交互。还有吗？美术这边，男主明晨的三十图已经完成，灵指的后续进展要看新来美术的进度。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部门新来的新伙伴，约千灵，项目一部的美术。大家好，我叫约千灵。大家欢迎。约千灵，你之后就跟着繁星，他是组长，也是上一版林芷的美术。嗯，好的。先说说你对林芷后续创作的看法吧。啊，嗯，上一版林芷整体很不错，风格很强烈。嗯，那个我想更加突出林芷的性格特质，因为她是一个劫富济贫的侠女嘛，所以我想更加突出她的江湖气概。可能还会在她的服装上进行风格的调整。我们之前也说过，林芷呢，她是力量感有余而生活气不足，我觉得呢是要有草根气才算侠，可以往这个思路上去发展。嗯，这样的话他的东方美感就更强。是草案合适吗？对，草案坚持就是浪费我们时间呢。我觉得岳千灵讲的有一定道理，人物造型就应该紧贴游戏世界观。林芷的部分我们之前就提到过，力量有余，柔美不足，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路可行。我也觉得可以试试，手游对主要元素的设计更轻盈，这点正是我们缺少的，多碰撞可能会出新东西嘛。对，岳千灵，那就先按照你的想法出一版稿子看一下吧。嗯，好。工位已经满了。你先将就坐我边上，有什么不懂的你问我就好。哦，那我先去忙了。他好像之前是竹美的下属，之前美术组招人的时候他也参加过比稿，但是被繁星姐 PK 掉了。这么重要的项目啊，交一个做兼职的。搞不懂搞不懂。岳千灵，跟我过来一下。哎，说不定最后我弄画不出来还得让繁星姐帮忙。哎，这咋整啊？岳千灵，我不管之前你在项目一部多有能耐，
又或者多受魏总器重。但是在这里，能力是衡量的唯一标准。嗯，我知道。作为组长提醒你一句，三 A 不是自己闷头作画，开画之前要先和策划沟通，还要和三 D 沟通。好，谢谢组长。如果你画不好的话，放心吧，如果需要组长救场的话，那我会自己离开，不过不会的。你知道就好。这么凶干嘛？啊，不过确实，自己没有和三 D 策划沟通就闷头画，哎，我怎么这么笨？心疼了？哎呀，历练历练嘛，没事，我罩着他呢。啊不，顾总罩着他。对了。今天集团发的邮件，看来我们部门势在必得呀。他们还发了几个不错的注册，要不要见见？不用了。不用了？有心理人选了？涉猎很广啊，顾总。我从小就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因为我爸在我老家就是图书管理员，所以我小时候就喜欢泡在那儿。那喜欢抠细节也是从小养成的？啊，对。这是？这是一份古建筑在狭路中的详细策划。这不是商业机密吗？你要是愿意来第九事业部，那就不是机密了。好好考虑一下吧，这个策划留给你。你刚才说的那一套，有几个是咱们受众会在意的。但是男主的人设不就是……我知道，我们要踩准用户的需求，才能带来更多的收益。嗯，师傅，我其实是想……你不用想了，赶紧去改吧，别再让我再三提醒。不过你这造型应该不单是致敬了阿房宫吧？因为我很喜欢研究不同风格的古代建筑，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它们全都混到一起，然后看看能不能搞出什么火花来。不过伊布的核心需求恐怕不是这些吧？想念在身边围绕，望天和你都有的
寻找再次心跳再次愉快，想和你一起欢笑一起烦恼一起拥抱，想成为一厢情愿傻傻笑的那个人，我的秘密你不知道，想着你超级美好心动信号循着围绕，我和你感觉正好距离就到你知道，我一直跟随直觉注定你的出现时间刚好，这一刻我再次寻找再次心跳再次遇到，想和你一起坏笑一起烦恼一起拥抱，想成为你想起就傻傻笑的那个人，我的秘密你不知道，想着你超级美好心动信号旋转围绕，我和你感觉正好距离丢掉你知道，我一直跟随直觉注定你在出现时间刚好，这一版的灵纸呢，色块用的比较简单，同时增加了一些深色的元素，让它增加距离感。那么衣服上呢，我加了一些柔纱来综合掉它的一些力量感，让它更具有生活气。嗯，生活气。我觉得这个完全不行。没错，你确实做出了调整。但是没有跳出上一稿，看起来就像是上一稿的人物换了套衣服而已。但是在画风上我已经做了突破了，你看这边我已经改好。你说到画风，色彩明快上不够大胆，整体的画面没有一点张力。关于色块，我是这样想的，并不是所有角色都要用对比度鲜明的颜色来色彩是用来体现人物个性的，甚至是性格。我在你现在的这一稿上完全看不出来你想要表达的江湖儿女的气质，颜色冷暖没有对比，整个画面的饱和度太平，根本看不出重点。还有人物表情和动作这块没张力没细节，骨骼结构也看不出。所以目前看灵纸只有一张皮，没有骨架和它应该展现的精气神。不好意思，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对事不对人。但这个人物我们实在是拖不起了，我提议，是否可以把灵纸交给更有能力的画师来完成？画的还平，没咋用啊，画风都跟我们游戏不一样。交给更有能力的人来做，不耽误进度。这版初稿。确实只有40分的水平，繁星给的意见很有参考性，你消化一下，重新出一稿。嗯，好。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大家散会吧。千灵，我偷偷问你一下，第九事业部那边怎么样啊？值得来吗？挺好的。不怕死的话，你就来吧。进，赶紧坐。很好啊。啊，你这一版的世界观设计的非常好，特别符合我们游戏的气质。我答应你的啊，等这版做出来，我替你为主策。谢谢蒋总。嗯，师傅，好好说，一叫我师傅，准没好事儿。我想去第九事业部。开玩笑的吧？
确定要选？顾寻答应你什么条件？他答应你的，我给双倍。没给什么好处，就是他那能做三 A。想做三 A 就能做出来吗？师傅，我跟您有五年了，对吧？但是我总觉得离我想做的越来越远了。苏畅，你每次给我的初稿里面，我都能看到三 A 的影子。我不是看不出来，我不想让你浪费时间在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上，懂吗？那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试一试呢？如果不是的话，我真的会很后悔。是不是顾寻给你洗脑了？没有，但我确实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些可能性。到今天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可能性。师傅，要不你就给我个机会呗，你让我试一下。你要试多久？你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一年。你给我一年时间，如果我做不好，我回来给您当牛做马，给您当助理都行，师傅，还免费不要钱，好不好？算了。Map， 把所有策划都叫进来，快点！哦，好。这是我的作品集，还有上次你给我的那份古建筑运用到实际场景策划案，我改了很多个地方。不错，有底蕴，也有创新。我希望你能尽快过来。但我有个条件。说。我要当主策。主策？你在一部的时候也不是主策吧？但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在第九事业部当主策，对吧？好，我答应你。感谢顾总的信任。也有抢了讲义室的人，他估计现在气得发疯了。项目预算难免会有一场恶战了。哎，不是，你对素正这么用心，怎么对人岳千灵那么苛刻？樊轩说话太直了，初稿就是要改的，何况他刚从一部来。你也真是，好歹会上帮人圆两句。啊，就是为了不让大家说他是关系户啊？稿子本身不过关，别人怎么说都正常。只有内容被认可了，大家才会自动闭嘴。而且我刚才是很凶吗？我觉得我已经够委婉了。你说会上那么多人，我身为一个……我总不能太那个吧？我去联系一下主策。去吧。
他嘴巴漏了。没事，一会儿拿订书机按一下就好。我帮他缝一下吧。谢谢啊。哇塞，好厉害啊！这跟我之前买的一模一样。没想到你还会做手工啊！我平时喜欢 DIY 一些三坑服装。啊，这个呢是我入职的时候买的，那个时候还觉得自己天赋异禀。哎，现在看来，我真的什么都不是。加油！谢谢你啊，心怡。丽丽啊，私信的 cos 服装怎么样了？基本上都寄出去了。呀，蛮在行的嘛。别人都搞不定，咱们倒是都有。平常没少玩 cos。啊，有份付款合同啊，让 Stella 过目一下。那边客户一直催，尽快让他签字过掉。啊，他有点出去了。你现在去吧。愣着干嘛呢？死赖又不会吃了你。哎，顺便增加一下曝光率。嗯。心怡啊，你和蒋俊男是不是？没有，没有啊！你暗恋他？你别瞎说！想念。相遇的瞬间又是熟悉的感觉，记得我吗？在某一天擦肩而过，然后开始想念，想一个人一天，惊讶于我的改变，多复杂的考验，简单聊聊天，在你的左边，心温暖一点，你靠近我的身边，洒下光点，盛开无数的想念，我心跳热烈，开始无法控制想你的一切，你就在我的身边，梦的起点，你早已出现，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嫉妒和失眠决定忘记你一些，但是想念加倍出现，想你了解我的灵感冒险，相拥人海里面，心跳很快的蔓延，心在不停沦陷，用我的直觉，不管多遥远，你是我世界，你靠近我的身边，洒下光点，盛开无数的想念，
我心跳热烈开始无法控制，想你的一切，你就在我的身边，梦的起点你早已出现，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每一天我的梦为你实现。